王菲菲，怎么了？有很着急的事情，走，你先上车。什么事情啊？特别的着急。坐好了啊。嗯。我们给换了。换了，放在后面，啊、放在后备箱啊。好。怎么了？哎，给你系安全带。我自己来吧。去哪里啊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然后到了你就知道了啊。走，我们出发。王飞哥，你这是要干嘛？阿梅，你往前走。给你个惊喜，走两步就到了。哇，惊喜！来，当当当当当！哇，王飞哥，这什么？阿梅。这上面的字全部都是我一直想对你说的话，然后请你把它看完。这些啊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愿保留你的爱。阿梅，我喜欢你，我这个人只背，会说太华丽的语言，我会感动你。那我喜欢你，希望你能够送我女朋友，请你接受我。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历，我愿意。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。阿梅，来，这朵玫瑰花送给你。诶，什么？你拿着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每天见到你，就送你一朵玫瑰花，送到999朵为止。然后代表着天长地久，长相厮守，至死不渝。然后再送你一朵，凑成1000朵，换回你的一颗真心。然后我再把你那一整颗心，我拿到你一整颗心的时候，我就把它藏起来，不还给你。王飞哥，你是小偷啊！你要偷走我的心？对，我要做你的小偷。你阿梅，我每天送你一朵玫瑰花，然后代表着。我每一天对你的爱，前一天再多一点。好了，阿梅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王飞哥，我还要上班呢，今天就去不了。上班了，我给你请好假了。今天我带你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婚礼。这么好？怎么？你是不是也想结婚了？起来，走，走，怎么？我们还在等你呢。这个新娘子好漂亮啊！你也很漂亮。洁白的婚纱，手捧着鲜花，美丽的像童话。
想起那年初夏，我为你牵挂，在一起就犯傻，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，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，礼堂钟声在敲打幸福的密码。 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，这一生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。 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的，我愿把一切都放下，给你幸福的家。